口监视器拍下两台重型机车从远处行驶而来，才刚过路口，周姓骑士突然倒地滑行，撞上左转的汽车车门。骑士倒地不起，另一个角度再看一次，疑似是过路口时发现左转车辆，骑士为了闪避紧急刹车，导致机车打滑撞上汽车。周姓驾驶骑乘大型重机，那与当时沿着台一线南往北左转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。周姓驾驶经抢救后宣告不治。事发在7月30号清晨6点，骑士与朋友相约骑车，经过屏东建兴路口时，疑似为了闪车失控打滑，人车向前滑行好几公尺，骑士头部重击车门，伤重不治。骑在后面的友人见状吓坏了，第一时间冲上前关心，目击民众也协助报案。从汽车车门来看，整个明显凹陷，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。根据了解，25岁汽车驾驶没有酒驾，两名骑士原本开心相约出门骑车，没想到途中发生憾事，详细肇事责任，警方还在进一步厘清。